结石吧，现在是零，上回查是0.8乘0.6，化开了多个的结石。小一半了，最近这段时间怎么样？哎，挺好挺好，就是药断了，这例如这赖我得上班上的或夜班上夜班下夜班睡得蒙登了，吃啊吃吃，一看箱子还剩几袋了，这突然还想起来了。那没关系，你这个也不差这几天啊，这结待石。好几天了。没事儿，结石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啊，也不是说这个一两这个差这两三天，这个结石又长大了，它不可能啊。没事儿，结石吧，现在是零，上回查是0.8乘0.6，化开了多个的结石小一啊。半了，现在还有什么症状没？自己感觉哪儿不舒服？没什么太大的症状，就是偶尔胆区这地方稍微好像撕拉一下子。大便怎么样最近？大便有时成型，有时不成。再吃两次看看。没事，再吃，继续吃，吃好为止，见效就好啊。血糖怎么样最近？血糖今天早上量的，这个是一般是6.6。那都还可以，你这血糖控制的还行。现在肚子不胀哈，也没有什么感觉是吧？不胀也不吃胀，东西不也没胀，啥事儿，大便都挺好大的。便也都挺通畅的是吧？对，大便挺通畅的。行，这结石再接着化一段时间看看，石头试验我看看，可以了。舌苔还是挺白，白苔还是有，脾胃不好啊。你调这段时间调的也挺好。脾胃跟肝也有关。这你就是我吃你这药那个刘博士，对肝也没啥影响吧？对肝是有好处的，它疏肝养啊，肝，那疏肝利胆，它疏肝那养更肝。你啊，那，那更好了。对你那乙肝也带着给你调。行，那就再接着吃吧。我给你调调方子好。啊。